新命记第十六章一节，你得注意阿比月对耶和华你的神来守关过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阿比月没事带你出埃及。二节，你就在耶和华所拣选要立作伊的名的所在，对牛群羊群中将关过节的祭牲献予耶和华你的神。你吃这个祭牲，唔通吃有干的饼，七日内都吃无干饼，就是困苦的饼。你本是真赶紧出埃及地，要予你一生一世纪念你对埃及地出来的日子。四节，伫你的四经内，七日久唔通看起面干，头一日下昏。所现的肉一点也不能留到天光，在耶和华你的神所属的国城内，你不能献关过节的节，独独就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作伊的名徛起的所在，到下昏日落的时，就是你出埃及的时献关过节的节。七节，就在耶和华你的神所拣选的所在，将肉劈来吃。第二天早起就倒去你的布饼，你就吃无加饼。六日第七日就对耶和华你的神守严守会，不能做工。九节，你就计算七日七日，对你起头用念啊挂五国的时，就算七日七日，你就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，手里摕着甘心祭献伫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。十一节，你甲你的仔儿、奴仆、婢女，甲踮伫你城内的利未人，以及伫恁中间寄卡的，甲孤儿寡妇，拢得伫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立作伊的名徛起的所在，伫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。你也得纪念你伫埃及做过奴才，你得接受来尊敬这律例。十三节，你将五谷场的五谷、酒库的酒收藏了后，就得收大了啊！这七日收这一时，你甲你的家己、萝卜、比如甲踮伫你城内一里边人，以及寄卡的、甲孤儿寡妇，拢得欢喜。十五节。在耶和华所拣选的所在，你就按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一切的土产甲你手里所办的事要祝福乎你，你就非常的欢喜。十六节，你一切的十步丁就在独家节、七七节、大料啊节一年三拜，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所在调记伊，却唔通空手调剂，达人得照家己的力量，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。十八节，你就伫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个城内，照各支派设立审判官、甲官长，因要照公义的审判百姓，唔通冤枉正直，唔通看人的外貌，也唔通受暴露。因为暴露会予智慧的人目睭青盲，阁会颠倒愚人的话。二十节，你着追求至公至义，通予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。你为耶和华你的神起坛，毋通伫大边栽啥物树木做阿舍啦，也毋通为家己设立雕像，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。